男人只是在手术室睡了一觉，就发现自己的双手双脚都被切除了，因为他要适配最先进的机甲，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。宇宙世纪79年，吉文公国已经与联邦政府开战将近一年，因为吉文公国潜藏在暗处的狙击手，联邦政府仅一个月的时间便损失了40多架机甲，为此他们便派出了一支精英小队，决定要彻底铲除敌军的狙击部队，可他们在潜入的途中却不小心暴露的位置，于是变成了活靶子。他们还没有看到敌军的影子，就已经被消灭大半。反观吉翁公国的狙击手，他们利用先进的狙击炮源，在千里之外便能杀人于无形。就在他们互相比拼谁杀的人多时，其中一名队员的机甲突然出现了故障，他打开舱门想要检查一下故障，外面却突然闯进来一个人，一枪将其杀死。原来这人是精英小队幸存的队长一佑，为了返回基地便选择偷摸过来抢走机甲，临走前他还不忘嘲讽王牌狙击手达里尔。自此两大顶尖高手便结下了梁子。不久后，精英小队的伊欧回到了母舰，舰长得知队员们损失惨重，伤心不已，于是决定要派出超级大杀器高达。伊欧乘上了高达，即将开始浴血前耻。最高だ。誓ったらこういう力なんだ。吉文公国的狙击手看到他之后连忙射击，可高达速度快得离谱，根本射不中，狙击手就像是被猫盯上的老鼠一样，打也打不过，逃也逃不掉。狙击小队见状连忙对他急火，可在高达的机动性面前却仍然无济于事，等待他们的就是被逐个击破。就在伊欧以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的时候，王牌狙击手达利尔找准时间一发入魂。可下一秒，高达却只是受到了一些皮外伤，并不是高达的护甲有多么离谱，而是他运气好到离谱，放电现象扭曲了激光炮，所以没伤到他。伊欧抓着受损的狙击手当作人肉护盾，达里尔一旦开枪就会顺带射死受伤的队友，他趁此机会迅速靠近达里尔，转眼间就来到了达里尔身后，瞬间炸掉了他的狙击枪，随后准备送他下地狱。就在达里尔要被干掉的时候，他竟然掏出了炸弹要同归于尽。伊欧见此情况便连忙逃离，可过了一会却发现自己被骗了，那个竟然是个假炸弹。当他想再次逮住达里尔时，却发现他早已经溜走了。不久后达里尔成功逃回了母舰，当他从昏迷中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的左手也断掉了，本来就没有双腿的他现在就仅剩下一只右手了。但更加让人绝望的事情还在后头，因为高达的参战，吉文公国在战场上打得节节败退，再这样下去一定会全军覆没。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，科学家希望舰长能够启动新一代实验机和高达抗衡，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没有四肢的驾驶员，因为实验机需要通过一只操控才能发挥它真正的实力。他知道达里尔因为战斗失去了左手，于是便想要把他的右手也切掉，这样就能够完美适配实验机。尽管心地善良的女技师觉得这样太过于残忍，可她如果不乖乖照做，自己那个被定为叛国罪的父亲就永远也不可能出狱了。刚刚因为战斗而失去左手的达里尔，现在又被送上了手术台切除仅剩的右手，伴随着手术刀在他右手划过，达里尔便失去了唯一的肢体。当他醒来之后，自己便成为了只有一具身体而没有四肢的人，最终成功适配了实验机，成了最完美的驾驶者，成了唯一能对抗高达的机甲。